大家好，欢迎来到吃游青岛。今天我带大家去看一下位于青岛中山路附近的一家超好吃的陕西面馆。这家店小编十几年前就经常过来吃，以前的位置呢离这个地方有20多米，现在换了地方，面积也大了一些。小编最爱吃的呢就是他们的油泼面，另外呢他们的面一定要配上烤肉吃，特别的香啊。小编问了问服务员，他说啊他们的肉筋刚刚涨完价，现在是2块钱一串。这个店是多少年了？23年了。23年了。对。这反正是从早上9点半就开始上人，一直到晚上人都不断。哦，早上9点来钟。对对对。晚上到几点呢？晚上也是到9点。哦，到9点下班了。对对对。现在那这个肉也是刚涨价是吧？对对对对，因为是那啥吧，肉确实贵了，肉价贵了。你还吃什么？一个大碗牛肉面，一个小碗的，一大一小牛肉面。小编要了一份18块钱的大碗油泼面，又要了10串肉筋啊，一共花了38块钱。是我的大碗的是吧？大碗油泼。吃他们这个面啊，一定要配上一碗汤，碗呢就在这里啊，想喝的话自己盛就行。大家看一下他们这个面啊，这就是让人过段时间不吃就会想着过来吃的面。他们这个店啊，来的很多都是回头客，吃过他们的面的有的都是从城阳、黄岛坐公交过来吃。他们这个面是葱香、蒜香、肉香、辣椒油的香气融为一体，吃起来特别的过瘾。另外呢，他们这个烤肉和他们这个面简直是绝配啊，吃一口面再吃一串肉，我的词汇已经贫乏了啊，我觉得只能用太好吃了来形容。吃完面呢，我们再喝碗汤，可能连烦恼也忘记了。